谢谢。住院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你就别担心。医生说是小腿骨折，但只要我们好好照顾，很快就要好了。嗯。你说我是不是挺不孝的？都没有好好关心我妈，她总惹她生气。 你会惹他生气，也都是因为我。你别乱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最近会来好好照顾你妈妈的，所以公司那边忙，你就别两头跑，别把自己给累坏了。 有你真好，战总。 上次温暖去外地，在曲总上飞机之前达成了合作意向。现在正式合同已经签下来了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公司纷纷重新要跟我们签约合作了。可是以公司目前的人员状况，恐怕很难应付。您看需不需要重新招聘一批新的员工？上次我们在五八同城招的那一批就很不错。就按你说的做。好，那我去办。哦，对了。 前两天我去看高总了，大夫说他恢复得很不错，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是啊，这幸好是良性的。嗯。现在真是一个好消息接着一个好消息。如果到那个时候管总也回来了，那无疑是给大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啊。 放心吧，咱们钱宇啊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嗯，谢谢你。真的，这段日子如果不是你们陪在我的身边，我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也谢谢你，战总。那我先去忙招聘的事了。嗯。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，不用你操心。吃药一定要吃的。南贤呢？南贤在公司，他说忙完公务马上就过来。跟他说不用来了，我现在就要出院。钟阿姨，钟阿姨，钟老师，你当心了点，你的腿才刚受伤而已，别管我。 钟阿姨，当心点。喂，郑总。
一心小姐，我们这里的设计都是有寓意的，比如最新推出的麦穗系列是以金黄麦穗为设计灵感，寓意也非常的好，代表着真诚而忠于内心的爱，您可以试试看。忠于内心的爱，维尼你觉得呢？我绝不容许你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，否则你就不要认我这个爸了。维尼，潘先生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，我们还有其他几款，我可以过去给你拿过来看一下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，维尼？亲爱的，我是觉得这些都是店里的现有款，这样，我们在这儿定制一款全新的，到时候再给你。维尼，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它……一些。你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想给你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，所以这婚戒我也希望是独一无二的。谢谢你。小姐来照顾，可是你不落好啊！你妈呀，你已经抢着吵着要出院，你赶紧回去。行吧，你快去。妈。嗯。咱们那天不是说好了吗？改天咱们俩单独好好聊一聊。你说你这本来就生病了，气大伤身的，这对病不好。快快快，听话，好了，不生气了，啊。南希，你现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你是我最在乎的人。既然你无法选择，那我来替你做选择。妈，咱能别说了吗？先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要是能够下定决心，你还需要等到七年的时间吗？妈，周阿姨，你别生南贤的气了，我答应你，会离南贤远一点的。说什么呢你？周阿姨说的没错啊。我们之间的问题，解决不了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在一起不能得到周阿姨的祝福，我不想为难你。我说到做到，你不要生气了，对不起。温暖。我知道你为我们的感情付出了很多，我们也好不容易才可以重新的在一起，
不应该轻易放弃。可是看到周阿姨，我也不忍心让你为难。温暖，我现在知道你心里边所有的顾虑，我知道你是在替我妈着想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是不是应该替我着想着想？你应该很清楚失去你我会有多痛苦，这七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你再次逃走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，都是我不好。这一切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改变不了之前发生的事情。我们俩为什么不可以勇敢地面对呢？自从我七年前亲手的下了那个决定，就不可能，我回不去了。你看见吗？看见吗？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七年，这七年里面，你和我是怎么度过的？我们两个比谁都清楚。你要想我们永远活在这个阴影里吗？但是周阿姨，我不忍心，我不能再对不起她了。这样吧，这一次我把选择的权利还给你，你是想我们两个坚持突破一切阻碍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还是分开？我都听你的。谢谢。